要你拉车，咩，走走，哟呼，水里先是浮水面，风声碧绿任缠绵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怎么跑这么快啊？宫培蕾，找到我了！你在那里看吗？我藏你藏的真是苦呀！我跟你讲，我要跟你分享一个非常棒的东西哦，我发掘到一个秘密景点，它就是在台北市以外的桃园。桃园机场 A20 新南站就是这里，它感觉就像陶渊明所形容的田园生活，远离尘嚣，而且更酷。哎，你看我的衣服，你这人是什么装扮？哪一个？滇缅民，少数民族。对啊，你看我这茅草屋也是他们代表性的，就是现在是我家哦。请小心取用哦，上面感觉好像就很多辣椒哎，是朝天椒，朝天椒。正常我们都是搬进去了，怕你们不敢吃辣，所以没有把它搬进去。来，这给你，应该要加一点辣才行，要加一点辣，你为什么不加？你才能跳起来，真的，舌头才会跳舞。你还没跳起来啊？我真的感觉你吃了就会跳起来。有你真的好感动啊！这个真的功夫菜，这个真的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简单看那么娇小，见那么真的是魔鬼天椒，真的魔鬼小辣椒，魔鬼小辣椒。哎，你的新封号魔鬼小辣椒，与你魔鬼小辣椒迎辣而生，由你马上特制一个辣到冲天的手抓饭，献给好 partner 查理，查理，请好好接受人家的心意吧。哎，水先收起来。好辣！真的好够辣！哥，你已经冒汗了耶！我真的对朝天椒真的不行，真的太辣，水水。正，我早就知道你的意图了。正，要你拉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讲完今天的事情，你太快了，太快。今天有一个活动叫做“羊拉车闯关”活动，只要正呢在指定的地点啊，你找到四个字。心灵牧场，可以干嘛？你就可以拿到你今天的薪水了，你的通告费就在这边了啊。OK， 啊，赶快拉，赶快！哎，不错，哎，可以哦，很好哦 ，Let's go！ 走，哟吼！哆瑞咪，哎，这真的是需要技巧嘞。有了，可以。可以的，可以，哎，可以哦，哎，可以哦，很可以哦，咪，哇，好棒哦，辛苦了，在哪里啊？你有没有找到线索？啊啊啊啊！找到了吗？